记者曾建明新北报道，昨日是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，没想到却有毒贩赶搭热潮贩毒。新北市一名23岁胡姓毒贩，前日下午4时许，骑机车夹带上百包毒品咖啡包，熟料行经新庄建国一路时，当场被警方拦查。警员从车厢内搜出100包毒品咖啡，包装上还印制“世界这么大，带你吃遍它”等字样，想吸引毒鸳鸯光顾。未料还没开卖就遭逮，警方调查，湖南有多项毒品前科。日前他向要头购买大量毒品咖啡包，为了抢搭七夕情人节，还刻意将原本的包装印上“世界这么大，我只喜欢你”，“世界这么大，相遇不容易”，“世界这么大，带你吃遍它”，甚至对外声称是情人节限定款，想赶搭七夕商机。殊不知早已被警方锁定，新庄分局福营派出所警员王顺化、吴生武前日下午4时许执行安居缉毒专案，在辖区建国一路上拦下胡贤。警员果然在车厢内搜出100包毒品咖啡包，胡贤才坦诚贩行，公称想趁住七夕大赚一笔，没想到还没开卖就被抓，让他直呼有够倒霉。警讯后也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将他移送法办。